今天来把全新出的皮肤全部带回家，这两张券要记得留到后面再使用会比较划算。究竟这次小呆瓜会不会保底呢？让我们一起看下去。首先前面二抽都不使用优惠券，在第三抽或第四抽的时候再使用八折券，这样都是省了两个闪耀币的意思。接着在第五抽或第六抽的时候再使用六折券，因为通常都是第六抽左右出货，第三抽了来用券可以折两个闪耀币。抽到了勋章，第四抽就正常抽染色剂，第五抽了可以用券了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刚毅爱人吗？可终于让我体会到了一次，居然五抽就出面包狗松松了，但还有一个表情没有抽到，所以只好好了完美。因为动物方程式抽的话动画非常久，所以后面我们就直接跳过动画了。通常这种联动转盘小呆瓜都是第五抽抽到钥匙，目前为止也都是大保底，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第三抽就出皮肤的机会。好的，第三个了，不会真的这轮是第五抽抽到的吧？好的呢，乌鸦嘴，抽到了胡萝卜录音笔，第二轮抽到了背包，也是第五抽抽到的，第三轮抽到了动作，这轮保底了，看来第一只也是顺利的保底了。准备好让世界变。好消息是最后一轮第三抽就中了，嘿嘿嘿，换狐狸尼克，抽到了动作，第四抽中的，再来第二轮，抽到了对讲机，这轮是保底呢，第三轮抽下去，好的，第二个皮肤也是正常发挥的保底了，心痛啊！获得两只联动皮肤，可获得头像框。啊，给你，你的，拿着。嗯，慢走啊。最后一轮是第五个出的，再来换快侠蛋。第一轮就来了背包五五，不过好消息是第三抽中的，第二轮中了动作，哇呀，也是第三抽中的，第三轮中了咖啡杯。好的，这次抽奖的结果就是完美的又保底了。你好啊！呜！集满三只角色可免费获得交通车，不得不说这台车真的很吵啊！哈！瓜子们有抽这次的联动吗？有没有很欧的瓜子让我吸吸欧气啊？想继续看更多有关蛋仔的搞笑片段、逗趣实战画面，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蛋仔的第一消息、参加任何抽奖活动，记得关注我哟！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有时候会办抽奖哟。